准备做点挖了。 Lost Hero 这离我住那地儿很近，特意选了个比交通方便，交通方面很重要。你看，对不起。人民币大概也就十八九左右。随便坐吧。看一下清晨的智利。圣地亚哥，现在是早上8:04，距离我住的地儿不远，我走两步就到。从机场坐大巴到这儿20块钱，人民币，这个挺方便的，这倒挺方便的，比那昨天那个叫什么阿里卡那个方便太多。我住那地儿好像叫中国城。这应该算是圣地亚哥的市中心了吧。你别说，这南美最发达的国家的首都啊，跟咱们中国北京还真有点像，真的有点像。首先，这个城市啊，就明显就比其他那些城市干净。圣地亚哥，
智利这个城市，圣地亚哥真的有点不太像南美的城市，对，街道好干净，也没什么流浪汉，街真的跟咱们中国一线城市好像，这个可不像咱们中国的十八线的小县城了吧？这首都，尤其是这种地儿，中国人是最多的。哎呦，这是挺大的这城市。
是，我以为走两步就到了，没想到走了这么久还没到。哇，这还得走半个小时。这种地儿吧，咱中国人多。咱中国人为什么多呢？就是它城市气候好，然后治安又好，啊，所以就咱们中国人就多。这边这是快速公交或者地铁。看着的这一块啊，挺小挺近的，没想到走起来好远。这城市真够大的，这就跟那些小城市不一样。